我们的右手的把杆就是你要左手的正杆嘛，简单吧？来，你这样打的话，他就这样打了。好，对吊球。
发生的一个人他累了他累了这刀门啊熊教练不累要求有两大的技术方面啊这个所以说好的东西我准备好的东西大家共同享受不拉干净吧教练的第一个刚刚讲了手术刀握拍式手术刀握拍式刚才你看到吗教练在打板块的时候这个就是空掌的第二个羽毛球任何一个点你如果能打出旋转把这个旋转力量打出来着急你不是打直立打直立推推推推没有用的你要等看刚才教练把它是不是有旋转大家都知道这个旋转力一定大过你直立一个钉子它钉不下去的时候用这个旋转螺丝它下来我的刚刚讲三个点教练跟别的教练不一样啊别的教练也是对的我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看大家采用哪个都没有错那都没有错啊刚刚讲了教练用的手指和旋转力啊我们放慢大家打大眼睛哦谢谢谢谢看两点手指的力量和旋转我放慢看到吧看到吧我怎么会累等我要这样的时候我是杀球啊如果等你这样的时候还是打一个高远球你永远输我了、对不对打个高远球你用了100%了我打一个高远球是用了20%啊你怎么跟我斗你一下子没有了啊所以刚才我就想你也不黑旋转力可以完全代替你很多实力我在这个旋转的过程中这段距离我已经还产生了一个实力了我是两种力啊往前走再旋转我两种力你一种力怎么跟我打实力加旋转力来干球啊好看到啊你了吗回过来等等我们等过来大家过来呢干嘛这个我们手指的功能刚刚我有这个球拍这不干跟这个球拍是我研究出来的我的手指你被很少吗你刚刚要听到这两个手指什么功能它是方向盘方向盘知道吧这两个手指什么功能刚刚这位老教练提出来这两个为什么不可以收为什么不可以收这两个手指是盘中的底座一定要扣紧它才有弹力知道吗装啊装要稳啊啊你要弹弓啊弹弓啊弹弓知道吧底下装一定要稳这个才有弹力吧这两个是手指是你的底座紧扣底座你才有这个是不是完了以后你刚刚那个说有些教练说这里先说再去紧你的轨迹啊好像我们写字一样的你的轨迹要直吗这个就是我们的笔哦我们要画啊画条直线的话你的笔不可能松吧松的话怎么写吗要歪的肯定把